对啊，毕竟他们缺乏经验。如果要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裁判的话，刚才这个球可能会。再看吴平峰的一对一的突破，敲回来，漂亮。头，哎，这个是谁？这个镜头应该。有机会，一个机遇。好，尼泊把球塞进去，好的，球进了。小个子吴平峰，对，速度实在，启动速度实在是太快，他的启动速度是非常好。一脚劲射，打了一个反弹球。都打，没有选择。李建华应该对自己要有一些信心。找后点，比奇头球攻门，犯规了，犯规了，裁判的哨声响了。大高个的时候呢，并没有什么犯规动作，对，只是他两个人接触以后碰撞以后，在空中有一个平衡。这边进球，哦呦，漂亮！谁呀、啊？所以这种尽管是进这么多个球了，还是李江苏还是没放松啊？对，还是该谁罚就谁罚。非常好的一个条件。那么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呢，每一个队员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可能你在某一次没训练当中没有看看这一脚射门，球漂亮。哎，机会来了，头球攻门，球进了。对，干扰一下。哎，李志海后插上抢断，转移到右边，吴平峰传郜林，打门，好球。起了，我兜了过去，后点有郜林。郜林在转身的面对球门，看看是不是突破球打门。哦，又是一个，同样是一个。Don't try this yourself. It's extremely dangerous. 在这种场地，嗯。压低应该没问题，郜林，漂亮，在替补席里面已经是，哎，看看这球，吴平峰有机会打门，第一时间并没有打门，交给右边同伴一扣，漂亮，打门，后卫队员可以把这个球化解，嗯，啊，他只是封角度就行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嗯，啊，我们来看看孙翔主罚的这个角球，直接旋上球门，头球攻门，球进了，这个全体的投入。这个在中甲联赛乃至中超联赛呢，好球，漂亮！哪个球员？马迪约夫确实有点懵。嗯，这场比赛，哎，这个点起得不错，在中路投球。哎，守门员的反应怎么样？郜林很久没有踢点球了，后撤，好，一推，球进。这段比较困难的时期，很危险，球进了。啊，还是直接起球绕后点，头球攻门，哇，太精准了！这是终于给了高。郑智再起球，头球后点机会，转身打门，球进了。这就需要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。好球，机会，头球攻门，漂亮！禁区前，机会来了。这个球进了，身后，哎呦，这个球被对方抠了，危险了，又是郜林吧？他这种配合很默契，不要跟他。这个郜林，这球，这个球好球，看一下，要晚了。哎呀，这么球也漂亮，漂亮。球进了。
打门，球进了，这下进去了，郜林。中能那边，中能必须要把比分扳平，才能有办法。接下来后点，后点在哪儿呢？在齐，这次有没有？哇，出去了，还是进了。这次他们在慢一点，开场后很大的进步。现在这位廖立生，我来呀！我是彭彭，我是彭彭。张琳芃传中漂亮。李琦之船，哎呦，广告还干嘛？天哪！I can feel what it feels to be free again. I can dream again. I believe again. I see angels looking down in astonishment, and my heart is beating. I'm still breathing. 哎，电视。再到这个，哎呦！试试不成功，中场，哎呦，2-0，好机会，很大的机会，哇，这投进了吗？来，白头头，扳平，扳平，扳平。郜林的甩头攻门，球进了。这球，所有人的心态恐怕就都不一样了。机会又来了，打门，好机会，吴宇，漂亮。I can dream again, I believe again. I see angels looking down in astonishment, and my heart is beating. 红球球进了。我们正在说这是上半场比赛最后怎么来处理。
好动，大门出现了，高林连续五场。中路，放开，漂亮，大门出现了。打球吊上后点，漂亮，又一个。哎呦，看看这次机会！哦，球星，这个赛季就看板凳真不错。有机会，小林自己来了，大门球星。大家看到，哎，这个好球！好球！球进了，高林。破一破，哎，意外球，自己碰下来的，这个球没越位，高林，好球，韦斯，这个小动作，摆脱了，收进了，看这次没有越位，禁区里边球进了，高林，新赛季的。左侧，哇，打得真好！再补射。66分钟，助理裁判示意进球有效，郜林要脱了，一定要脱。这个保。